啊，主席，我请一下主委。啊，有请主委。哎，主委你好。哎，主委好。不实的广告你们怎么认定？不实的广告啊，当然有很多的那个要件啊，法律的要件。首先，它必须是个广告嘛。嗯。啊。那刚才比如说像杨秋英委员讲的说，台湾蒜头吼香哥无味，吼阿外国蒜头吼袂香哥无味，台湾蒜头食了变变。那如果是广告这样的话，算实不实广告？很难界定，对不对？是是是是。好，那你们的广告专业人才，你们的认定广告有没有不实？那我们你说有法律要件以外，会不会有涉入主观的意识去判定？当然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是尽量客观化，尽量客观化。好，那我讲了，你们开罚单之后绝对十之八九一定会诉愿嘛，我请问一下我们诉愿的成功几率有多少？哦，我们诉愿的平均下来哈、哦、这个从创会到现在来，整个诉愿委员会的部分啊，维持成功率达到几趴？维持率大概有95%左右。所以5%价受完的鬼娘嘛，就是从创会，那你认为是真的就是这一把关公的大刀开砸下去、没有委屈，会不会？就是如果他觉得委屈，他可以诉愿嘛。对啊，我就想说诉愿他的成功率有多少嘛？你米公果趴？就20年下来了。对嘛？行政法院所谓是少的又可怜嘛。行政法院大概有将近10。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对不实的广告来做以采访哈，因为别当我被骗嘛哈。是。但是。人啦，真正有委屈，那听起来那20年来，我怕这成功率真的不大。所以我个人直觉认为，我们里面牵扯的主观意识也蛮大的啦。嗯、好，那讲到广告，主委你几岁啊？我52岁。你五几哦？安那看起来像38呢。有一个广告，大家拢做清楚的，无内在阁嫌鸡失败。查甫人爱讲会到做会到，对不？满40岁查甫人剩一支嘴、你认为这个广告？有没有不实？他在影射什么？是有一些广告词，消头白阿后会公格，大家都朗朗上口。查甫人啊，40岁听了这公格，大家面拢青春顺。查甫人讲会搞，做袂搞。如果他的广告是实在，你觉得啦？你觉得他广告实不实在？这个如果他的这个表，你讲话做清楚的啊。和查甫人讲会搞，做袂搞。这个影射的是什么？那这个首先哈，这是药品的广告。好，药品广告好。卫生署，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要问卫生署。所以说，广告有很多模糊空间。是 是。我们的专业人士真的够吗？如果说这个广告实在，那我要建议你几行，你要买这一帖药给我们的行政团队，还有马英九总统吃，因为总统开的拢无办，这个实现的啊，633打号码跳票，得讲会搞，做袂搞嘛。那这笔药啊，你请总统吃一吃，如果他吃了有效。那就代表他的广告是实在的。假如那不好，继续跟那片，那这个广告我们就要把它开罚了。你赞不赞同我的说法？好，对吧？我为什么讲这个所谓的广告的问题？刚才很多委员都讲，网络广告也很多，对不对？像现在像有一些啦，像东森得意购啦，或是森森什么，反正就是电视购物台的广告，它的目录一大本厚厚的。我唔知咱大家有主动去看过无？我营养我都要起来掀呐、啊，我都要掀着广告，伊的标，伊的食品，伊的迄落卖的物件内底是挂号食品，结果伊内底广告是啥呢？你知无？互你用胶囊一粒冻30天，互你身体用健健一枚4-5遍。诸位，这唔知有不实广告无？你们有去查吗？因为这个也都是食品跟药。听落咯，听了以后会有多大的震撼？你知无？身体用健健一枚4-5遍呢、欸。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对啊，查甫人尤其啦40岁去，拢还调料海头呢，拢会想讲买来试看卖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存在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呐、啊，对不对？一共几粒可以当冻30天，但是你如同你们讲的，这个如果牵扯到疗效，你们要移到卫生署去吗？是 是，对不对？但是他又挂号是食品。食品也有食品那个。对啊，那食品他这个是暗示性的，所以我要说齁，对，广告要查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啊、哦，那有很多，如果又加上你们的主观意识，那刚才黄委员又讲了，你们这一把尚方宝剑也好，这一把关大刀也好，好、哦，
包含着民生消费物品，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们积极的去做，切实的去做，但也不要去冤枉人家。因为我前两天吼，拄啊甲一挂乡亲咧开讲的时候，伊就作气咱公平教育委员会。我讲是安怎，你讲来听看卖。伊讲吼，差不多过两年前，当砂石价格的时候，刚刚吼都价格非常好的时候，很多都惜售嘛哈，所以就作贵的时阵，当然伊无买卖嘛。好、哦、好，你们就去查就开发了。但是多少几个厂商，伊是真正有够好诶。每年的过年，每年的过年拢食袂济，中秋拢八月十五，唔爱走虾米。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刚好真的是也酒化派，伊本来是二十栋的酒化，伊要换五十栋的，要换较大只的，较高波，要甲酒化波吹。伊真的是在汰换他的机器。结果我们公交会去查。好，讲得很好听，伊讲哦，安尼哦，来来来，哦，你这吼，你有理由，你讲讲讲诶，阿妈照安尼写哦，写写，结果寄来无同款，总我甲罚百五万。啊，伊好意呢，佫请来食便当了，想讲啊，着真正我来咧换酒好啊，伊嘛听伊意见呐。结果所有一视同仁，全部的砂石业者全部都开罚，有的罚300-500万，有的罚最少的罚150。伊是加进佫咧酸呐啦，讲着公平会咧佫咧骂啦，伊讲我着真正有够衰。啊！我伫真正伫换石化，阁有凭证互恁哦，真的还有凭证哦。但是恁底下恁的承办人员是写写来讲，哇、哦啊，这你有理由啊，无问题，无问题。结果寄来拢无赶快嘛，罚八五万。有没有诉愿？有，无好。哦，这个就是我要凸显的问题而已。当然，我一直强调，我们希望你们真的能做到实事求是，但是主观意识如果掺杂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是为了业绩而查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诸位，这个之中，因为牵扯到你们的行政权力，这个牵扯得很大。我们希望真的联合垄断的行为，绝对我们要查起。但是，当人家真的有委屈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也要去听看看。你刚才讲的二十年来的成功诉愿才5%，当然行政程序你们可以叫他们诉愿嘛，对不对？嗯。啊、哦，所以我要讲的，当你们有这把关刀的时候，你们要怎么用嘛？啊、哦，好。那现在刚才跟你讲到广告的问题，也有委员讲到我们预算的问题，哈，是是，好，诸位，你们的税入这个罚款的部分有没有哈？你们102年度编多少钱？你们的税入啊，两亿多，哎，2亿86万，两亿多，是，你们的100年的决算是多少？2亿零六十。对，061万，甲进恁啊，认真讲，多加偌济，加25万呐、啊。啊、哦，那你们是照本宣科在做，还是你们不敢大胆的去做？你们101年，你们的编的预算是多少？1亿8000多万嘛。1亿8000，对吧？1亿8000多。哎，我们期待你有作为，当然你们要有实际的收入，好、哦，你们这是预算嘛？我们期待你们真的有所作为，但是我看恁的税入的收的一个收入啦。好、哦，罚金的部分，你们好像不敢去，好像我要做红看，如何拿到这平衡点？所以恁唔敢，假先唔敢红，用心去编卡侪钱诶。但是甲好恁，那好恁编卡侪钱诶，是不是又会误导变成说，阿、啊、官得因为要达到预算，好、哦，我的收入要这么多，比如说你们编5亿，我想要达到这么多，所以我得欧北一港开罚单。是啊，对不对？对、啊。那但是马忙修函，我假先叫决算得上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的预算编内真的有那么有心吗？就是平均过去几年的嘛。对嘛？啊，所以主委就牵扯到这个，真的要有作为吗？对不对？你的罚金的收入哈、哦，不是我们能够不能掌控的嘛？对不对？对呀、啊。但是大案子进来，上个月我们就收入5400万。对啊，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你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执行嘛。讲这些话的用意，我不是讲嘛，米给你一点爱给编呐。是希望讲恁真正爱查好啦，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行政权的主观意识里面之下，你怎么去拿捏这个东西？马别当无听人该说啦，是，那就变成了官字两个口，随便我怎么说嘛，是，对不对？好，诸位，那我再请问一下，你的任期快到了吧？是到明年的，明年1月31号，是有没有？依照你个人的表现，你觉得会不会再有留任的感觉？会不会有留任？会不会？这个、我就不自己不方便说了。啊，有没有规划人选？有没有规划名单？马博立马潘谁供嘛？对吧？这也是行政院长的职权。对啊，当然是行政委也职权啦、啊。那如果说连任，如果你有信心可以连任，那当然你执行你的预算没有问题嘛。
是是啊、哦，那但是如果新的主委下来以后对你的预算有问题的话呢，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预算的编列一定要考虑本会过去的施政各方面。所以说哈、哦，在预算的编列攻击内啦，你们的预算是少得可怜呐、啊。啊、你说哈、哦，你刚才讲一句话是整个在框列的部分，是是，啊、哦，所以你们的预算事实上是有减少了，啊、哦，你们的预算有减少了，啊、哦，但是我拢希望讲啥哈，就是讲哦，咱希望讲行政你们的公平会，你们可以去做行政裁罚，这个权力很大，我们希望达到无往无中的精神，但是查也查不好个啊。刚才你回答黄委员讲的，在这个所谓的进口降一半关税的这个进口的水果，希望能达到所谓的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得利嘛？但是事实上不这样啊，没有这回事啊。你刚才也讲说财政部他到时候会知道炸灾的米何为嘛？所以在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那么的草率，没有让我们的消费者得利，却让外界实质上却感受到却变成图利厂商、进口商，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吗？然后加上你刚才讲的，如果政府的广告不实，你们又没有行政裁法之能力，有武功盖成个登不出来，还佫惊头佮惊尾，所以人咧讲的吼，有时候变成让人家觉得了，到底我们公平会存在的意义，它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实质的意义更重要啦。好、哦，诸位，所以我们这边是语重心长，是希望说做一些真的能让人民感受到我们公平会确实为人民在这边把关的一些所谓的行为，不是刚刚只叫公共的尔啦，哦，但是我们看到你的执行费哈、哦，真的这么少哈、哦？其实我嘛要讲，人讲无钱，你是要安怎去执行业务？哦，嘛不是讲我咧替恁讲话，讲医生爱较济啦，但是哈、哦，也不是预算少就不能做事情啦，哈、哦，是感受的问题，让人家去哈。哦感受到我们公平会真的在做事情，好不好？无像今日安尼，也无啥人要来甲你问啦，哦，唔知是应该欢喜啊，像那欢喜是讲啊，委员都无重视，所以你要还阮做经商。但是若想较远的，是讲为什么无在了做较好？委员像当面问委员，确定我第一人甲恁娱乐啊，对不？讲你今仔做较介好，对不？哦，所以我就是讲吼、哦，真的要好好的加油啦。哦，有很多地方你们确实可以做，而不是调查讲一拖了几啦个月，一拖了几啦个月。哦，好，诸位。我们是真的语重心长、哦、好，谢谢，谢谢苏委员。